青山的工业路这边啊，一个不起眼的街边店，永兴海鲜，人都在排队啊，生意太好了。门口停满了豪车啊，这还要从宜昌的过来吃的。这边是点餐区啊，这边海鲜居多，蹦蹦直跳啊。这吃一口带劲。哎呀，我们网红哥跳起了面包蟹舞。豆腐家呀，好，今天就吃这个。这边吃东西要靠抢啊，晚了这个鲜货就没有了。现在已经有一些海鲜已经没有了。香辣肉馅面啊，新鲜出炉。来，感谢啊！来，今天我们又喝的是三边酒啊，三边酒，海鲜呢？大补一下，这排了两个多小时队，终于排上了，终于排上了。来，感谢啊！来，喝一口。这三边酒喝的得劲儿啊！尝这个鱼吧，来，尝一下。对，这个烤的多少鱼好像见的不多啊，一般都是清蒸的。是这种烤鱼烤的。而且都是鲜活的，新鲜的感觉。我怕你们嘴，不怕你们俩啊。这可以弹牙啊。这个地方你是怎么发现的？这海部粉丝跟我们推荐的。粉丝推荐的是吧？皮皮虾怎么样？这椒盐皮皮虾。它的肉比较细嫩。你看它活着都看得出来，白色的。肉是满的。这壳子都可以吃。很酥啊。这家店一天卖几万块钱呢？这估计一天可以整个五六万吧。这个我一直在排队排两个小时，他一直在翻台呀。刚刚去要排200多，这还是比较平价的。而且重点是它的味道好，又很新鲜。哦。看像这样的店的很少，这是第一家。第一家。整个五万是第一家。这一家。它的性价比很高啊。那肯定啊。来，再喝一碗。来。这么好的菜，得多喝点。多喝点。这三边酒得补一下。菜呀，主食都有了。海鲜主食都有了。他们家是一个人能吃，两个人吃，一桌人也能吃，知道吧？其实我最感兴趣的是这道菜。大马憨啊。毛憨。它不是毛憨吗？这个毛憨非常下酒，不你们能吃的习惯啊。这白水三杯酒，大补啊。哇，好一点。这回在武汉，我终于找到这吃海鲜的地方了。来，以后常来啊。恭喜你找到这么好的地方，我下次是过来，我都来过来吃。